他进来的那一刻。那我先来检查一下你们的头像啊。嗯。哦。这回不回音的，咱先别舔了。就是我现在我看到你俩的头像，我流出了性感的口水。后来没卖吗？我要说没卖，你会踢我吗？嗯、会考虑一下。你考虑考虑，给我分。可以坚强一点吗？不可以，说这成吧。咱们随机应变好吗、嗯？不行，就这成了。没事，哪行？你老丈人得这成啊，非得去这成。哎，今天我就必须去这成看看你老丈人。走。那你们去这城，我去进港房区，好吧、嗯？咱们一会儿碰面。你得活着，你别死了，你死了这就白瞎了我们的一片真心。放心吧，我死了也不会连累你们的。啊、不是，你得活着，我们得活着见面。我不想看见你盒子。你不怕死呀？我无惧生死。那我们想在决赛圈有个队友。当决定去这城的时候，你们已经不配拥有我了。哥哥，你去 S 城。好吧，这大仓的人和 S 城的人两头打你。等，我阐述两点啊。第一个，你多大岁数，你叫我哥哥。第二个，我怕死了吗？怕死了吗？怕死吗，妹妹？你可能不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国服第一、啊。你们没有把握好国服第一的实力，刚落地。跟你聊天，我都忘记跳伞了。啊，你忘跳伞了，你赖我？那你拉屎不擦屁股，你怎么不赖纸呢？真有意思啊。姑娘，你记住啊，跟哥上分不用狗，知道吧？哎，哎，你看这老怂货，哎，跑了。小姐姐，我跟你说，怕有一句话叫怕什么来什么，知道吧？越怕死越早死。你别废话，没准你去这城你就嘎巴了。哎，他走我脸上了，又去打人机去了，我都要上车了。我看到人机，我指定把你放弃啊！你看这个人有人机忘队友，看见了吗？下巴他没了。你要敢踢我，你必犯痔疮。我就想犯犯痔疮。十个连长，内疮痔，疮口流脓，疮底瘙痒。你就试试。这货，兄弟，咱去哪儿？哎呀，我操！走，咱们去。大仓，走走走。漂亮，兄弟。好油呀！长个跟我，就你是男人。好油呀！好油呀！把我放下，你俩走吧。不行，你这个油我不行，我你这个油。一号，你是不是把那个三倍拿走了？三倍在我这儿，我给你。哎，没有，没在我这儿。你没拿是吗？我给你找这儿。哎，得嘞，你还逃走？没有，我给你捡一下。行，走呀。你俩玩套路。我好像被骗了。哎，我反应过来了，你俩用三倍迷惑是我，让秦女子舔红头。你俩是玩电信诈骗的呀？你俩是？才反应过来，骗子！这么大个圈还剩21个人，这玩意要吃鸡了。我跟你说，要吃不了鸡，你给我们仨一人一大红包。吃不了鸡，给你仨一人转100。行。哥平时这种时候我已经杀十几个了，好歹王都不知道打几次了。来车了。没事，灵车，我马上就死了。没事，三号，哇，我在，你放心，他补不了你。哥就像护小鸡崽子一样，给你护住了啊！别这么劲，放心吧，三号你别乱动啊！我这个雷很微妙。哎，滚，你是中了的吧？哎，三个人，漂亮的身法，再来啊！干我！在我这边。来，妖色滚！我啥他妈妖色呀？大残兄弟在右边，大残，这是四号。你又要带我们去什么地方狗分儿？他什么地方？这有城吗？你跳的地方这啥城？到我拿放大镜看一看啊！看看，我拿放大镜看一看啊！带你走你没有去过的城市，好吧？我们就是带你四号看地图，四号，你是这个。一号一号一号，慢慢死，慢慢来。打狙太狠了，看给别人打自闭了。我东北狙神，我拿起狙，敌人不用玩了，兄弟，没法玩这个。光子工作室给我打电话说，让我维护游戏的和平性，以后让我不要碰狙。从那之后，基本不打玩了。等会儿这个人不是刚才谁冷哼一声，什么意思？我说的你不信啊？你要不服，咱俩开个自定义，咱俩对掏一下。我就用 M24武器，你随便用。我拿狙都打你，打的蹦高，你信不信？哦，你还跟我横？你要输了咋整？你输了我嫁给你。你嫁
开摇车站，咱不可以去吗？摇车站，兄弟，摇啥摇？就你这太垃圾的，还摇车站？小娘们儿，你对我的实力一无所知啊！你啥实力啊？见人就倒。我啥实力？这把哥就让你看看我什么实力。干啥啥不行，吹牛第一名。当你见到了我的实力以后，你就知道你自己的无知了。看着啊！一枪爆头，看见我的实力了吗？四号，这还有个人机，这还有个人机，有危险啊！让你看看压枪，那个公交车呢？看见我的实力了吗？四号，原来你这 KD 都是打人机打来的。今天必须让你心服口服，我的实力来，都被杀掉吗？刀枪我人枪，我人机大白，休想开枪！负一队，负一队，跟我上，跟我上，跟我，哎呦，我自己招吧，哎。怎么样？没了没了没了。四号五吗？哥是有实力的，给你发型。我看见人了，这是坑里兄弟，你方向。哪个坑里啊？啊！博文博文，快来！好的，看一下。牛啊牛啊！走啊走啊走啊走走，压他！就干他们，就跟捏柿子一样，知道吧，兄弟？一把一个。为了一处地点。往后面。牛啊！两个两个，就他俩了。牛啊，哥的实力最可怕。 nice nice、哦、一人一个大嘴巴。四号小姐姐，你激发了我男人的潜力。我变得很奇怪，我终于可以在女人面前扬眉吐气了。